什么意思啊？这卡密最贱啊！刚去找瞎子，但瞎子其实都是蓝开的。 升不了级的，给我带走，是，很 easy 的。他这个虚弱让我 W 没有把小兵给清掉，我看好还要升级了。 换血，哟吼！我准备好了。给他打回家，他不能动了。其实也。 OK 的话不行。
踩三个 OK 的，出了一个无敌，没人打我，哼哼。先买巫妖吧，其实也可以买沙龙，买错了，裸沙龙也厉害。看不了一点，我准备好了。哎呀 ，Q 也太快了！快，我们走！接他接他 ，nice， 我把他这个风打断了，他打不出来，不行，不能走，我得发育一下。美女撩大招。我就每次都推不了塔，妈的，你这个手，
我没吃到肚子。好气啊，E起来都死了。现在这个E不是可以优先级很高了。不一定好杀呀，中路线，你吃中路ID，又走了，说那我不走了。快，我们走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很快很快，能吹个红。巨魔不知道出护甲鞋的，这个攻速鞋有什么用？猫猫估计也走了，猫猫不会那么傻吧？学姐的装备优势不需要任何操作。带走，一定要克过去的，不克过去打不过他了。
打完了，我应该有了，应该有蓝了。 我也没时间去吃。 拿到人头，巨魔谁都打不过呀。 三件套打三件套，怎么说，各位？ 没办法，我秒不了他了，救不了你。我也觉得在等我呀。 再点！漫画大刀又没好，在干嘛？带走！Triple kill， 随意。
Q 一下，一起来踩一下，不急。Q 带走，没 Q 出来，怎么点到沙漏去了？不现实就好了。哎 ，nice。刚才会不会骂我？一直来恶心我，这人一直抓我，抓不到我。沙漏，救一下！我操！